人从接触安利事业到 FC， 我把它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从接触安利，我都没有赚到钱，做安利呢，随便混混都赚到钱，安利太好了，对吧？跟人家讲这两件事情会很难吗？我也很难。难的是对方面不相信。一个人从零到成功，你想想看，谁会做安利呢？是了解安利的人才会做安利。因此我们要花好长的时间让他了解。很多人了解了还不称认同安利事业，那没办法，那连上帝也没办法，对吧？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不相信安利事业会成功，因为一个人会在安利事业成功的人，他必定是有能力的人，他必须有动力的人，必须有毅力的人。各位好好的想，你今天还不成功，请问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动力在哪里？你的毅力在哪里？讲个最简单的，从事安利事业就做两件事情，我不管你怎么学，学多久，两个答案你要做出来。第一个，把产品讲出去，讲了半天连自己都不想买，对吧？那就不要告诉你了，对吧？第二个，就把安利事业介绍给人家，自己都还没有成功，或者自己都不相信会成功，你介绍人家，人家也不太愿意做，对不对？讲产品好是一回事哦，人家有需要他才会买哦。因此各位一定要心理准备，因为当你把安利的产品讲得很好，把安利事业讲得很好，但是对方面如果没有需要，他是不会来学的，他是不会去发展。安利再简单他不要去做的。每次谈到安利跟人家讲安利，安利我知道了，你不要跟我讲安利哦，人家讨厌这两个字安利。当人家讲说安利好，的直销，人家讨厌这两个字直销。当安利说要去学习，人家讨厌学习，对吧？但人家说安利要去卖产品，人家讨厌卖产品，对吧？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想不想赚钱啊？想不想发财啊？想不想过得自由自在自主的生活啊？你讲这边你都想，讲刚刚那边都讲，那个东西跟这个是同一个答案的、只是我们的朋友刚刚开始都是因为认知的偏差，认知啊，就是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因为不了解。但是时间久，慢，发现有安利还是不错的，对吧？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各位都知道，在疫情来的时候，失业率一大堆，工人在找工作，甚至有的老板都在找工作，大家都在找那永续经营的行业、可持续性的发展的事业，对吧？因此，我们就谈到什么叫生意？全世界的生意只有三种。听好了，世界上只有三种生意。第一种生意叫做传统事业，从工厂出来，经过大盘、中盘、小盘到了顾客手上，这种叫做中间商的生意，叫做奸商。中间商。第二种生意叫做直销事业。当你还在研究直销事业的时候，那的第三种已经来了，叫做互联网，网络的时代，互联网。第一种生意、第三种生意都是要钞票、要有关系啊、要有经验的、要从业资料一大堆，你可能都没有。唯一的你能做的就是直销，只要不要本钱就可以做了。但是直销都有上百种、上千种啊，你不能说叫银行倒了做银行不好，对不对？当然这个一个事业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长久？我跟你讲，不管哪一种生意，不管哪一种系统的生意，没有顾客的生意，通通不叫生意。各位能认同吗？没有第二次的生意，通通没有未来；没有满意的顾客，根本没有明天。因此我安利事业可不可以做，不是他说可以做，他说可不可以做，不是说人家说了算。你自己想想看，安利事业今天我们在座所有听课的人，我们通通不做安利，安利的生意有没有人会去做啊？这时候我把我们看到的世界上最好生意的十二个条件其中的两项跟各位谈谈。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叫做民生必需用品，叫做必需品。什么叫做必需品？叫做刚性需求。各位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生意，所有的股票能上升的都是刚性需求的，在逆势成长，因为必需品嘛。今天我们不能出去了，我不能坐飞机了，但是你仍然要洗碗嘛，对吧？你家里还是要清洁嘛，这是刚性需求。第二个，安利的产品是不可被取代的。像看各位，你们现在已用安利的洗洁精了，你们也用过安利的净水器了。我给你们五年的时间，你们到街上去找，我给你五年时间，你找不到一样产品比安利的产品更好的。像国内已经26年了，各位在26年内，你们有没有找到一瓶比安利更好的洗洁精啊？没有找到啊？那我现在再给你五年的时间，你们再去找了，对吧？代表说不可被取代的。那世界上的生意有三种，
啊，第一种世界上的公司有三种公司，第一种公司就是卖产品的公司，第二种公司啊是卖品牌的，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是卖标准。今天安利所有的生产的产品都是向人类的极限在挑战的，是高科技的、高品质的、高尖端的，是以品质为啊，以卖标准而努力的一家公司。公司的诚信是各位值得从事这个直销公司是一个很强大的理由。安利的产品的多元化，安利的生意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哎呀，做不完。各位，你相不相信？各位，你想看水的生意？各位在你们自己上网去看看，哎，水的生意，你上网看看水的生意市场有多大？想看安利的净水器，家里有一个净水器，对不对？想看，好好的去把所有的世界上的所有的品牌去了解一下，然后去比较一下，好好的接受这个训练。我想，一个净水器的学净水器的人完全不懂，从不懂到懂到变成专家，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做水的生意啊。当然，经过要专业训练的，对吧？这个专业训练，从前学起来很辛苦的，现在因为这么多成功人，而且这么多的资料都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各位要学起来就很快了。你们现在做安利太比我们那时候轻松太多了。我们那时候一边在做，一边在怀疑安利可不可以做。一个人在一边怀疑一边在做的时候，不会有很高的成就的。你们今天做安利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在已知的世界中间找答案。我们当初是在未知的世界中间找答案。像看，我今天已经挖到石油了，你住在我家隔壁，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就开始拼命挖嘛，这不用啰嗦了，赶快做了，对不对？哎，你就会花很长的时间。想想看，听听看，我猜猜看。当然，时间是你的，随便你。但是安利事业不因为是我讲可以做，或者他的你的朋友告诉你值得做，安利事业可不可以做？你要去看他产品有没有人要，有人要的生意就做不完了。今天我们在国内，我们这些的营业额，这点点的营业额，我可以告诉你，它也是小朋友的营业额，这个生意还要大，大超过我们的五倍、十倍、五十倍都不止啊！你想想看，几叠金。净水器、牙膏、化妆品，有做不完的，急死人了。安利事业很好的生意，你想看？我们每次做生意的时候，假如你今天开家牛肉面店，你教一个人做开牛，教他做牛肉面，你每教一个人就是多一个敌人。那安利事业，你去看看，你每介绍一个人，就是你的力量的扩张。外面的世界是竞争的环境，安利的事业是力量强延伸的。想看，在这种情形下，你的成功就比别人容易成功了。那安利事业只要一点点能力就能成功了，真的。我很多人呢，你可以看到，谁问安利事业成功，永远没有人给你一个正确答案的，对不对？哪一种学历、哪一种背景人都有成功的，但是很难找到轨迹的。但是有个轨迹是肯定的，第一个是不满足现况的人，对自己未来有目标的人，对吧？你会成功的。然后永远讲积极的话。都会成功的，我们叫做正能量，懂吗？最好的办法，如果你不是能量很强大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走。世界上最好走的路是跟着走的路，相信自己，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安利事业，那为什么做安利？每个人做安利的理由都不一样。我把从事安利事业所有做到安利事业成功的人，他们这些理由，我扼要的跟各位分享。这些人为什么从事安利事业？第一个理由，因为没有风险，没有压力，他来从事安利事业。任何行业去做的时候都有风险，都有压力，都要文凭，要证书，总而言之有一大堆的东西。安利事业你可以完全啊，你今天加入，你明天就开始起步，懂吗？看看那个安利事业，很多人花好长的时间在研究。我们这边有个下线叫胜利，他两年前他在研究直销，他研究一本书叫做《六四二组织》。六四二组织是当初在台湾第一代的经营者。他叫做第一代，我推荐六个人，第二代推荐四个人，第三代推荐两个人。他是认为一个人的才华，第一代一定是最强的，因为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他的逻辑，也是世界的逻辑。各位可以看出来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开创的，开创国的人的第一代都是最强的，都一代不如一代。哎，这理论不错，但是那这家公司也不见了，因为他认定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都不见了啊。那他一直在研究啊，一直在研究。他今年又进来又在研究，他研究的这几个月不错，这个月上了9%，很厉害。好，我现在要谈的不是他的9%的成绩，我现在讲一个人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认同一个事业，他花的太多了。各位你们好好去听听看，韩姐去美国，说莉莉啊，
哎，你们美国有机会，哎，有没有生意可以介绍？啊，有啊，他就介绍安利，好，那有我就跟着做，做的很简单嘛，对不对？说我们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听话比听懂话更重要。一个人听话可能一分钟就可以决定了，但是听懂话要花很长的时间的。你了解吗？当然每个人每个人都一定要很安心的才会去做安利，一定去敲敲打打，用放大镜、显微镜、显微镜啊，让他看了半天安利到底可不可以做。结果三年以后决定说安利是可以做的。了解吗？因此安利事业可不可以做，各位你去看看安利的产品、安利公司的诚信。各位，你们花了两年、花了五年、花了十年在投资在一家公司，如果这家公司倒掉了，能理解吗？对吧？你推广了这么大的市场，像看公司倒掉了，公司的诚信、公司产品的优越才是我们永远不倒的理由啊！当你了解这点，我可以告诉你，很快的就去确定安利事业实业可以做了，只是把它什么做强了、做大了。像看你现在学净水器，你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把一个月时间学会了这能力，如果你一个月训练一个人，你五年以后，哎，你将近训练60个会净水器的人，像看60个会美容的人，60个会营养的人。你想看你有多大的营业额，安利可以量产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我可以告诉你，有，我相信未来有更新的领导人会领导这个世界啊。但是这些人是有创新的，有理想的，那么这个事业会有崭新的这种有井喷式的发展的这种机会。但是好，我们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的基础是安利产品的优越。刚刚讲的第一个理由是没有风险，没有压力。第二个理由，世界上所有换工作的人都是两个理由，一个做不大做不久，安利事业值得做的是可以做得大，可以做得久啊。所以久的是因为产品的必需品，久是因为产品的品质的优良，大是因为市场太大。第四个理由是安利的能力。我们这辈子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了一个能力，最后的这个能力我们换到我们的应有的所得。请问你现在这个能力，我再给你五年的时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能力未来可以带你到哪种境界呢？你十年以后你还会做你现在的工作吗？对吧？安利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你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的学习，这个能力你走到哪里可以活到哪里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安利的第四个价值。第五个价值是安利的生活方式。那马云曾经讲过，世界上最好的生意是流动的店铺、流动的老板。安利的人走到哪里生根在哪里？你想想看，我现在如果你住在上海，我现在把你送到新疆，你三年以后你会上高级经理，相信吗？因为你现在的能力足以在那边上高级经理，马上可以落地生根。你说我没有朋友，你到那边会去理发，你到那边会去买菜，你到那边会去打高尔夫球，你会认识一群人，对不对？自然就今天你不要，不代表你明天不要。人们在要什么？人们要赚钱的，人们要什么？要健康啊，人们要什么？要美啊，安利给人家的都是这些东西。对，马云再有钱他还要吃维他命 C 啊，马云再有钱他还要吃好的水啊，对不对？我们给人家都是人家要的，只要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今天刚开始人家不认同没有关系，好的东西早晚有人要用，对吗？我们今天的成功只是给各位的一个方向，一个借鉴。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最大的价值，我们是白手起家的，看到没有？白手。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你目前穷困的话，我想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你明天会好的。你要相信自己，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世界上最好走的路是跟着走的路，世界上最好走的路是有人教的啊，做有人教的这个行业。想看这个安利这个事业已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天这个事业帮助到我们的成功，这事业一定会将会帮助到你各位的成功。相信自己，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要跟着成功的环境走。安利事业一定要跟着成功的环境走，因为环境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力量。刚刚冯贵讲了，要走得快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只要一群人走，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今天我们强不错，我们很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天会弱的，懂吗？未来的世界是群体合作的时代啊。给自己一次成功，最好的办法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设定一个目标，跟着成功的人走。我相信你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成功不是属于某些人的特权，你我都可以去拥有的。相信自己，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我们将在顶峰相见。